湾中青职业高尔夫协会伫民间中举办比赛，同时嘛结合工业来发起送爱甲偏向的活动。这也是协会第二年来颁发着奖助学金，关怀中寮乡甲草屯镇的学生，总金额有50万，希望会当鼓励囡仔安心读册。关注活动则是由馆长李明进来代表接受，馆长也相当感谢协会爱心。由林明景馆长来代表接受着台湾长青职业高尔夫协会的爱心，最关心馆内囡仔。这边捐赠50万，和中寮一个草屯龙总高进学校透过运动推动工业，甲爱送到偏乡。感谢他们这么有的爱心，来帮助我们偏远地区的学校，啊，让学校啊能够增加一些经费啊，来帮忙学校的一些教学设施和照顾哈。需要照顾的比较弱势的家庭的小孩，北中南都有举办这个热血传承这个比赛。那至于我们也会关心各地方的一些弱势团体，我们有多余的那一些经费的话，我们也会来协助。在关政府的带领之下，推动着一个学校、一个企业的政策，鼓励学校招生会使提供资源的机会，和朋友囡仔会使安心读书。尤其中了向弱势学生比例较悬，在救济大地人了后，更加需要着外界协助。协会连续两年来举办着奖助学金的捐赠，马宏是真甘心。每个学校捐赠我们5到6万，在学校方面可以提供孩子作为孩子必须的一些用品，跟孩子的奖助学金，那我们非常的感谢，他们在运动当中不忘做公益。相信对于鼓励孩子努力向学，更加精进，参与各项的比赛得奖获奖，我想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也感谢协会这次的善行义举。在协会来推动团形的比赛，跟少年选手做技术交流的时阵，同时来关心着馆内贫穷的囡仔，也让活动更加有意义。我们就是捐的这个钱，事实上是不多啦，只是一点点心意，就是我们这些爱好打球的人一起来捐钱，然后就每年我们是捐给的9所小学嘛。馆长表示，我们借着关心的活动，会使更多人加入着爱心行列，作为来付出关心弱势孩童。记者林明新采报道。